你就找那伙人，这是接亲吗？这纯拆迁来了。好好教的，这挺好，这手势。哎，下面呀，我就选这啥？什么？我说你还真用心。金属的，这脸盆不错，尿盆啥的。你有毛病？这多棒！我是特别看那块儿吧，是啊，哦，我来是，咱俩看一下，你别来了，你看还是这样，看还是这样，我往这边去了。那我觉得他也不扎耳针，你扎耳针没有意义。行行，我看你别太久，疼点。今天都请来啥车了？今天请来什么车？我说没有，没遇到到。Evolution 啊，我的浴霸啊 ，GT 阿鲁啊，思域泰瓦啊，还有峰哥的耀眼。撞门有把握吗？啊，撞门有把握。定到新门，定到新门，直接定一新防盗门了，直接装修。你就找这伙的人，这是接亲吗？这纯拆迁来了。必须，甭管了。我操！没地老师，没地老师。给我揪人啊！你开点门，我给他说。点就行。跟你说，我们这诚意来的，诚意满满，诚意满满，诚意满满。再有开门，我们全开了啊！从不骗人，有点份儿就行。对。阿伟，你知道你进来连一个娘家人都不说话。兄弟，干得好，都不说话。We gon' celebrate your party with you. Come on now. Celebration. Let's all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. Celebration. We gon'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. It's time to come together. It's up to you. What's your pleasure?It's a celebration.
家打个招呼，这个。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啊！真帅是麻烦吗 ？Hello， 嫂子。Hello。张吗？不紧张。马上典礼了。看到他们面前啊，你呢？你可以用一个你觉得最浪漫的方式将说某话送给他。不要着急啊，我想先有请你们环顾一下四周，就像刚刚所说的，今天到场的都是你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家人。我好像是第一次用这么油腻的词儿叫你。从我们俩这个2019年第一次相遇，就是三个字啊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挺不错。站在这里与你走过刚刚这一段路，这也是我们走过很长的一段路。我想看镜头，三、二、一，祝他们新婚快乐！好。来一二三，来看这儿，大麦是吧？来再来一张，大麦啊，大麦。好，然后那儿了，哎，又没了，人都走空了啊！这婚礼进行怎么样？觉得？不好说话。什么婚礼？累不累？累不累？感谢大家，祝贺，好事。